上交所烧钱爆煲，张振远借八球都冇还到啊！英金钱粮粉，哇！所有抽水嘅元素都喺晒里面，莫讲话我啊，苹果日报都度唔到啦。有得买好卖啦，我呢集出咗街嘅时候，呢、這个产品要下架噶。啊，又会俾佢讲中油嘅？呢位首席粮粉，坚系同下架扯上关系。讲紧嘅系佢间香港商品交易所啊。昨日突然宣布，因为入不敷支，主动交翻个自动化交易牌照俾证监会。张振远下昼私下见记者，死撑商交所下个月集资重组完就会复业。咁公司同自己都冇财政问题话。嗱，我哋又收到风，佢两年前已经四出为商交所扑水，但冇咩人肯收，又传佢窿到啊，要搭路揾阿监捞尖添啊！人家见有期票揸手，800万江湖救急十日，息都唔计啦。咁点知阿振远轻张票又弹咗，累人蚀埋360蚊手续费啊！阴公，咁监捞尖寻日唔肯多讲，只系话两年前的确借咗几百万俾张振远，而对方都仲未还钱。其实08年成立嘅商交所，直到前年年中先获发牌做黄金同白银期货买卖。业内人士话，今日爆煲同煲胎亦都有关系。咁当年佢一句话要配合大陆拓展商品交易，就俾张振远去马。但同类交易所获多的是啦，如意算盘打唔响，剑插错鞋，估计五年嚟就烧咗股东8.6亿啊！最惨系啲产品冇预期咁好反应，开档咁耐收入得2000万咋，出粮都未够啦。而政商界除咗全系 CY 出手，保住有56%股权，系最大单一股东嘅张振远，商交所只可以挨到寻日先被钉牌。政府亦都系担心佢突然执笠会打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形象，所以近排已经不断放紧风噶啦。不过疑似周身债都唔肯辞任行会嘅振远哥，就被质疑有人会乘机向佢利益输送。即系追佢可能破产嘅，喂，咁点可以做咁独立？不受干扰、不受威胁、不受压力，去到履行佢嘅公职咧？佢系促请当局要求行会成员必须申报同公开债务状况。